发射啦！十分，这里到来的游客，哇哦，这里是还没走进去的呢。然后呢，即将要过马路，又有好多可以看到对面那里好多的旅游巴士。我们来到了十分，这里呢有两个主要的景点，第一个就是这里有个十分瀑布，然后第二个呢，很多人都来这里放天灯。这些就是天灯了，吉祥天灯，然后不一样的颜色呢，代表不一样的祝愿。今天祝你们幸福美满，事业顺利。写一个 lucky 在下面啊，做什么都非常的 lucky。哇，我写了好多，好久没有挥笔了。我们还正巧碰到火车来，原来这个铁路是有用的呢。它天灯的价钱呢也不一样，因为每一个颜色代表的祝愿祝福也不一样嘛。单色的呢是200，如果要全包就什么祝福都有的话350。发放天灯呢只是一瞬间，一下子它就上去了，而且现在风好大，在这里还挺有意思的。看到身后吗？好多好多的天灯，我觉得晚上的时候应该会挺漂亮的吧。现在这个十分呢也被发展成一个旅游景点，游客们特地过来放天灯。开始下雨了，彩虹，因为现在开始下点小雨了，因为雨势不是太大嘛，所以天灯还是可以继续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前往下一个景点，我们下一个景点呢应该是去淡水。再见天灯。